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家聪啊，欢迎收睇今日 RIP。大家应该见到我哋今日呢个环境系咪唔同咗多，系咪靓咗多？冇错啦，因为我哋而家喺呢个 TBM 尖沙咀美丽华嘅分店嗰度。咁你见到呢度啦，地方又大啦，光线又充足啦，装修简洁华美。咁再加埋呢度嘅 sofa 按摩浴缸同埋落地玻璃，成个感觉就好似五星级酒店一样。所以咧，喺度再一次多谢 TBM 赞助我哋今集嘅今日 RIP。咁同时都要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啊，呢个嘉宾不得了啦，就是、我哋嘅女神周秀娜小姐。系 ，Hello， 望边度？我望呢部 ，Hello， 我系 Chris。我哋欢迎我哋嘅 Chris， 你好 ，Chris 你好，我系家聪。家聪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OK， 有冇俾我包住手先？我唔使手先，我握到手，我成个握到手啦已经。俾个手套佢。手套有冇？有冇？冇唔紧要，咁有佢先。啊 ，Chris 你好 ，Hello， 咁啊。系啦，咁我哋循例都戴翻个头盔先啦。咁我哋呢个节目咧，咁就所有问题啦，其实都系我之前喺 IG 嗰度啦，就向观众收集翻嚟嘅。咁所以间如果问到啲咩，你觉得诶唔好啊，都唔关事。系啦，就希望你明白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嘅，系啊，都系佢哋。但你放心，我有晒佢哋资料噶啦，我可以提供俾你，你可以诶搵翻佢哋都冇问题。好啊，我哋转头加个 contact。咁唔好转头啦，就依家啦。好啦，咁啊，首先想恭喜你先啦，因为我知道你早排有套电影啦，系咪最近就？入選了呢個香港亞洲電影節2021嘅開幕電影啊！哦，係啊，同阿聰喺澳門拍《馬塔連娜》，順手宣傳一下先，多謝。係啦，咁啊都知道你其實拍咗好多唔同嘅電影啦。咁、其實呢個觀眾咧，其實都想問翻你啦，真係佢哋問㗎，唔關事㗎，係啦，係嘛？話嚟嘅，咁其實想問你啊，即係你拍過咁多套電影啦，其實做到咁多角色咧，有啲咩角色其實你係會好想去挑戰嘅，即係一路未做到。我其實都幾想挑戰精神病人嘅。精神病人。即係可能有唔同嘅性格啊，即係感覺上你好似可以有好多想像空間啊，或者又未試過啦自己，但係你話真係可以好放肆，好放肆咁樣完全唔係。自己咁樣咧，咁我覺得好似比較少啲。所以想挑戰原因係想點解你個樣咁驚？我驚你已經進入嗰個狀態。我驚你已經係拍代入緊咁樣。咁但係你問我成日都想做啲咩角色咧？我其實又覺得係好多嘢都可以做，即係我最驚人哋問我呢啲問題。係啊，因為我譬如拍愛情片，即係同阿聰呢一部，咁我有時會覺得，如果你喺唔同嘅時候或者唔同嘅年紀去拍啦，咁可能你做出嚟嘅嘢啊，或者你經歷緊嘅嘢啊，或者係角色導演，其實都可以唔一樣。咁所以你問我想做咩角色，我反而覺得又唔會俾一個咁樣嘅框住自己話，哦，我一定要嚟緊想做呢一樣嘢。我驚我講完之後咧，我下一步去咧就全部都係精神病人咁樣，或者全部都係愛情片咁樣。但所以其實你嘅精神病人都係嗰啲好活躍精神病嘢，而唔係成套戲都係被人綁著張牀上面嗰種精神病人。未諗到咁仔細添。好似係，我諗緊如果你係想做精神病人，結果你成套戲都係被人綁著張牀度，你會覺得好似賴咗嘢咁樣，即係好似又幾舒服喎，即係好似有啲戲咁樣係可能又幾舒服。好舒服啊！但可能唔係你要嘅嘢咯，即可能有啲戲話呢個係床戲嚟嘅咁樣，結果佢就瞓咗個病床嗰度，瞓咗一集咁樣。我瞓喺度收錢都幾好。都係，你諗下係好似突破咗盲點喎。你有都可以聯絡我，其實我都 OK 喎。其實真係可以喎，奶奶嘛，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坐喺張 sofa 度，一人一張牀，然後我哋就開始喺度即係講一啲你內心世界嘅嘢。咁我又講下我自己嗰個處境，即係你即咁樣交流啦。但係你發覺大家講嘅嘢係完全冇拉噶。劇本都唔使記，咁我又再好啲嘅，唔好做病人啦，做兩個植物人。嚇，咁點講嘢啊？唔使講嘢噶，唔好啦。我哋就瞓喺度就收錢喎。唔好可能攞獎嘅喎。唔制啊！我要講嘢。我哋要講嘢。我哋結束呢個話題好唔好 ？OK， 好啦。我想我講完拍戲啦，咁其實現實中咧，即係現實中你有冇啲咩係你一路都好想試啊，或者但又唔敢去試嘅嘢？其實好想試一下玩嗰、那個skydiving， 譬如機動遊戲嗰啲得唔得嘅先？我都得嘅，我都得。哦，咁你大膽好多，因為我極限就係、是、我上次試過，原來海盜船就係極限啦。哦，海盜船係極限。極限極限。但係海盜船係幾驚嘅喎，都即係佢有嗰個離心力啊嘛。係啦係啦。同埋因為佢停留嗰個時間好衰嘅。即係佢好衰係你，譬如有兩邊噶嘛，有一邊即係譬如你上咗呢邊之後咧，你一路望住對面嗰個人咧係冇嘢喎，然後自己哇咁樣。係啊，就係咁樣啦。我都唔中，跟住我就 O K。咁呢個哇，呢個好有深度呢個問題，就係如果想你拎一樣自己嘅優點嚟換一樣自己本身冇嘅嘢，你會點揀？唔會揀。唔會揀。唔換。唔換。嗯。就 keep 住咁樣。唔係，咁佢係優點就梗係唔換啦。但你有冇啲嘢你本身冇嘢你想要啊？男朋友咯咁，但我又唔想換咗我嘅優點。即係攞優點嚟換男朋友係嘛？如果俾你去隨便設計你嘅人生啊，咁你會點樣選擇咧？我覺得如果任我設計嘅話，我諗我都會揀翻而家咁樣。
都係咁樣。好悶啊！會唔會要多個男朋友咁樣？最好有靚仔啦，又有才華啦，跟住十項全能啦。我覺得而家 keep 住咁樣幾好，即係你要經歷過咁先至係而家咁樣嘅自己嘛。有啲堅持唔要交多男朋友嘅，都要交男朋友。點解要咁執著男朋友？唔係因為你自己講噶嘛，你不停強調你冇男朋友咁樣。我覺得 keep 住而家咁樣 OK 啊，可能遲啲有咧。可能遲啲有，一定有嘅，唔會可能嘅。咁啊，嚟緊會唔會搞粉絲見面會啊？好啊，我想啊，但係因為疫症啦，咁同埋又少咗活動嘅關係咧，咁所以就少啲機會見到佢哋。即係如果嚟緊可以多啲活動啊，即係安全啲嘅時候，咁希望可以多啲見到佢哋。咁同埋都知道啊，嗱，即係最近早排啦，就同阿 Eden 就拍咗個 MV 啦，小矮星啊嘛。MV 我仲都好正啦。睇呢個 MV 嘅過程入邊有冇啲咩趣事啊？可以分享一下。其實拍 MV 的時間都幾長嘅，我是第一次拍，我覺得自己好像拍了一個微電影咁樣。因為導演話我嗰場戲是飲醉酒，咁所以我就跟導演講：，我可唔可以飲少少酒啊？咁佢哋好好啦，即係導演真的跟我飲啦，就找到一些酒俾我啦。所以你是醉，我醉住拍。所以你唔醉唔可以扮醉嘅。唔可以扮醉可以，不過可能我開頭想太多啦，我以為導演會俾一個很抠濕的鏡頭好啦，我怕我的眼神不似，因為你知飲醉酒的隻眼是看得出的嘛，係咯，今日我想太多了，因為佢就歪咁樣，我好歪，你睇佢平時多唔多飲酒啊？平時我就係唔多飲酒咯，唔怪得啦。咁所以我就知道自己係去到幾多咧，我就可以有嗰個飲醉、飲醉，但又會可以繼續做埋嘢嘅狀態。但係拍攝都 OK 嘅，拍攝都 OK 嘅。不過望我到高山崖就飛走咗咁樣咯，即係本身係試嘅時候，其實係飛落個泳池度嘅。但點知我即係係好好開心啊！即係飲完酒之後，掉咗去唔知邊一個山頭咁。下一個問題啊，都係觀眾問嘅，就問你有冇拍拖啦？咁聽你講，應該就係冇拍啦，係咪？我拍咗好多拖嘅，其實。但係最近就冇啦，係嘛？最近都有啊，同阿聰咯，喺部戲入邊。喺部戲入邊 ，OK。咁我就想問你，中意啲咩類型嘅男仔？同埋咧，如果叫你揀一個幕前嘅人做男朋友，你會點揀？以前都有好多話我中意高啊，但係而家又冇喎，都係睇感覺嘅啫。咁如果叫你幕前揀一個咧，你覺得邊個最適合咧？即係假設嘅啫，幕前解嚇？唔係我問佢哋問，又唔關你事啊嘛？即係呢單嘢冇跟開。咁邊個跟開啊？幕前啊，哇，好難揀喎！一時之間有冇選擇俾我？咁梁朝偉。梁朝偉。中意梁朝偉啊嘛，同埋呢排睇咗佢部新戲，真係冇諗過喎，其實。你諗下先，我哋人哋揀我先算啦。咁唔係假設嘅啫。假設，但係真係突然間諗唔到咧。唔係，俾諗下，我哋下一題，跟住你快啲再翻嚟呢題。咁唔好問嘅，真係唔關我事。啲人問啲嘢都唔係咁好啊，都覺得。咁就你啦，咁樣。其實就係想你咁樣答出。對唔住，我太慢啦。前邊啲我咁樣答。前邊啲 cut 曬，感覺就我。cut 曬所有邊個？就我嘛。咁你啊，不如。OK。我都接受。飲嘢。多謝飲嘢。咁下一個問題，其實我都想知嘅呢個問題。係。呢個問題我都。好有需要，點解可以咁瘦啊？係咪平時都唔食嘢啊？唔食嘢會死㗎係嘛？都唔係睇幾耐唔食咯，有斷食㗎嘛？有啲人唔知一個禮拜唔食嘢都冇事㗎嘛。有食嘢嘅，同埋如果我知道我自己食多咗嘅話，做翻多啲運動。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一套，即係關於飲食方面啊，同埋一啲瘦身嘅嘢啊。但我覺得，因為每個人的標準都唔同嘛。即係你覺得咁樣係瘦，但可能我自己覺得唔係。即我自己就比較係唔好抄，千祈唔好睇我嘅例子。譬如我又好中意食零食嘅，我又好中意食甜品嘅，我就會將我自己嘅一啲即呢啲 quota 我就會俾曬零食啊。咁可能我就會正餐嘅時候，可能就會食少啲啊，即個比例上面啊。我當然唔係建議大家咁樣做啦，即我希望大家可以揾到一個方法係啱自己，又可以持續咁樣堅持落去嘅一個健康嘅瘦身方式，即當然要做運動啦。所以做運動其實最緊要啦，咁同埋可能你會即可以做肌啦，即如果你好緊急嘅時候，或者我可能我嗰排要拍戲嘅話，咁可能我就會可以節制啲啊，食少啲啊，或者嗰一排有個目標俾自己咯。即譬如如果我嗰排有一套戲，或者我嗰排有一套衫係我自己想著嘅，咁可能我就 set 一個時間俾自己。咁你見到有一個目標嘅時候，你就會有恆心，即可以堅持到落去。但要休息的，我覺得中間有一個時間要俾自己放鬆下嘅。咁你話中意食零食，你中意食啲咩零食啊？中意食薯片啊、雪糕啊。我都中意喎。
點解大家食啲嘢差唔多？係咩咁夾嘅？我哋身形差咁遠嘅，我都係食薯片、雪糕、甜品嘅喎。咁梗係唔係真係瘋狂咁樣食啦？即係食少少，食少少，即係中意食。咁啊，講完身形啦，咁其實話點樣保養自己皮膚啊？保養皮膚啊，飲多啲水啦，敷多啲 mask 啦，做 facial 啦，做 facial。得閒嚟啊呢一度啦，探下我嘅好朋友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最後一個問題啊，呢個問題咧好緊要嘅。就問阿娜姐啊，覺得家聰即係我啊，覺得我份人點樣啊？認為我點解會冇女朋友咧？即係點解我咁靚仔都冇女朋友？咁我咁靚女都冇男朋友啊？因為啲人唔夠靚仔咯，或者咁啊？你講下啲，你覺得我相處咗呢段時間啦，你覺得我相處咗呢段時間，相處時間好似短得滯啊？可以耐少少嘅其實。我覺得我哋真係好膚淺，我哋只係用咗幾耐，只係用咗一個小時，我哋已經可以嗱喺我膚淺嘅角度嚟睇啊，好突出噶嘛啲有啲係，你嘅優點好突出嘅，即係一眼就睇到，其實唔需要相處太耐，離遠有啲都已經望到啊。即係開始講優點啦，即係形容下你覺得有啲咩優點，我再分析點解我呢啲優點我都會冇女朋友咁樣。我覺得你好專業啦，咁你頭先又好早嚟到啦，一早就準備好啦，咁又好滿足我哋呢、這個少女心啦，好靚啦。即係譬如我而家一路同你講嘢，我全程都只係望住你對眼同埋你塊面，你唔覺嘅咩？我覺啊，因為我眼神係咪好有靈魂啊？我覺得做完 facial 之後會更加有靈魂，可以做下呢一個眼袋嗰啲嘢，係即係收緊少少。撐呢個我就完美㗎啦，再 firm 多少少，跟住就完美啦。好似越講越多。好似越嚟越多嘢搞咁啊！本身整下呢度，整下呢度，整下，成個樣換咗去啦咁樣。不是的，現在不是幫你換樣，現在是令到本身已經很好了，是令到你更加好，接近完美，沒錯。那我們事不宜遲了，我立刻去了完美狀態的，我們怎麼 Let's go Let's go 現在幫家聰做的就是 LIFTERRA V 無針埋線機，這部機榮獲 KFDA CE 和 GMP 儀器認證，利用 TDT 熱擴散技術以渦旋方式注入超聲波，俾能量平均分布于肌肤，改善下垂、松弛同埋皱纹三大肌肤老化问题。而家嚟紧要做嘅咧，就系呢一个 Xless Ultra 360第四代胶原眼袋枪。Xless Ultra 360第四代胶原眼袋枪由英国 BTL 生产，系全球唯一结合医疗级单极射频同埋超声波，配上独家三波长射频技术，全方位解决眼肌问题。而家嚟紧做嘅咧就系 Pico Enlighten 皮秒激光去斑面部疗程。Pico Enlighten 皮秒激光去斑面部疗程以双波长1064nm 同埋532nm。及雙脈衝革命性設計，獲得美國認證，可以有效擊退頑固色斑同埋去除痘印。點啊？我覺得好好啊，阿娜姐啊，我而家做完 facial 啦，個人又靚咗咁交關嘅情況下，你會唔會考慮同我一齊咧？我明嘅，有啲突然，但係緣分嘅就係咁啦，擋都擋唔住噶嘛。走先啦，系咁先啦，下次再玩啦。都好，仲有下次。如果有下次嘅话，女仔系咁样嘅，怕丑啲。得闲打俾我啊，有机嘅，有机。佢应该都暗恋我啊，遮翻头先。好啦，咁我做完 facial 啦，如果你都想试下嘅话，就快过嚟体验下呢个加冲城 quiz 零死角女神之育成术加冲瘦了。期間限定免費三選一，包括有呢個 Pico Enlighten 皮秒激光去斑面部療程，仲有呢個 LIFTERRA V 無針埋線，同埋仲有 Xness Ultra 360第四代膠原眼袋槍。好啦，就咁啦，咁今日甜品就到呢度啦，多謝曬大家，咁啊再見，拜拜。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 多謝，拜拜。